按照工商的、欸，这是昨天的、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今天没有。Time for a true display of skill. Watch and learn. No luck, all skill. 哎呦，这是上把节奏啊！有眼，机器人凯瑞，下路就辅助在凯瑞哦。嘿，哦，有病欸那个。不是啊，这个也太慢了吧。依照逻辑，嘉文应该再来一波吧。看看他的这个罪名要没了没？哦，会戴夫哦，我看出来了。哇哇，这个搞完真的很无脑哎，这 gank 定到完全不能动。哇，这上一波的那个哎、欸，不是哦，他都被打残了，怎么敢上啊？哎呦，那个 Q 这样也丢到我哎、欸。不行，我打不赢他。哦，没神血啊？没有啊，他因为他丢那个 Q， 他是红刀啦，红刀的滑出去不会赢他。红刀那个先回200，然后再用 Q， 再回好几百，打不赢。打不赢啊！这把枪超强。
是还好吧，我感觉我们这个奇乐斯感觉可以一个打五个。也是很强。哇，真的在抽奖哎！哇！谢谢丹尼尔26个月。哇、哦，刚那个狼人是怎么开的、啊？好帅哦！因为三狼引发了战争、欸，哎。然后雷欧娜他是想要闪现啊，但他其实往下闪不就好了吗？结果他们没点到冰影哎，这样就好像有点亏了。我很强，有个笨，一点都不滑，正常啊！你在这个在这边雷欧娜面前叫什么？看他一下800滴也太痛了吧！这才是主角，上来一语就好，输出不会很低啊。因为你会觉得输出低，是因为我们的上野没有输出啊，只能靠双 C 来打。你看他那个达瑞斯，你有看到他在干嘛吗？然后他就死了。他现在应该是没有用吗？目前等级403就可以炸800多滴耶，很痛啊。可是啊，跟你讲，下一波我们很危险，因为他没闪现了。你看，后面一直有人加文，这两个太硬要了吧？他有没有走到中线才可以推？打破了阵就是你不能走正面开人啊，你的那个开阵你要想办法绕后啊，所以这嘉文会玩，但是他的那个狼人有点太硬要了。哪有那么好啊，你走正面的走正面开阵就是那种很膨胀的人才会被开到啊，对不对？正面欸，财富精英卡赚一没有啊？你看影分嘛，影分这东西就是他们原本人很多，哇哇，好猛哦！哦，他刚上去我也没人哎、欸。
第四眼看到哪一只？不知道耶。完蛋啦、啊！好凉啊，感觉会逆转耶。这路应该要推慢一点，因为中路上路还没有进，三路应该不要推。这边开的不错啊，这个是打破格阵的基本款，就是一直强开这个奇勒斯，你只要压塔，就是一波压你，然后从侧面开，算刚好像他就是被超级硬上了。喂，滑起来！我的伤害也是很高的。怎样怎样，强在哪？因为露西恩手很短啊，能不被开？加谁嘞？对啊，夜色很猛哎。有 IE 输出差很多，没有，我从头到尾输出都很高。只是狼人太硬了，你知道吗？狼人那个好像有减伤吧？你看，我雷了海王爸爸一场，我就还了他两场。你看，是不是要出这个夜色原界？